这个案件呢，有这么几个特点啊。第一个呢，他们来干什么呢？他们恰恰呀，说是要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培训班，是吧？他恰恰就，或者是他恰恰是来学习。怎么也比说好好做人要更深刻一些个所谓的文件呢，所谓的思想，所谓的精神吧，是吧？学习这个东西应该不是学习，哎，你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普通人啊？应该比做普通人还要高级一点点东西吧？他们来学习这个啊，没想到他们连个普通人都做不到的事儿啊。或者普通人都很轻易做到的事，他们做不到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叫酗酒吧，其实这个，像这种情况已经非常糟糕的一种人的状况。职位很高，青海省省委委员，省府党组成员，组织部委员，省农业厅党组成员、厅长，等等。你看这个。省交通集党委省交通控股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，全都是已经顶级了，是吧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书记，旅游厅党组书记、厅长，全是一个省的最顶级的人呢。这个叫李清川的呢。提供了这个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、厅长，李清川提供了8瓶白酒，6个人喝了7瓶白酒，一个人一瓶多，假如是平均喝的。然后有一个人发现死了，死了这个人是谁？没说。按照现在民法里有一个规定，死的这个人呢，应该其他的人要受这个民事责任的，是吧？要给人赔钱的。处理呢，是开除党籍、留党察看，这是处理的，就这样处理。凯雷说。顶风违纪饮酒，真是害死人，真的不是空话。省政府秘书长施存武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。农业厅厅长李清川，这是提供酒的，被撤职。其他参与的文理厅的厅长王洪文、国资委主任洪涛、交通控股董事长。陶荣利撤职，为什么点名点了6个，少了一个呢？根据通报，聚众饮酒的恶果有二：次日，省政府秘书长喝醉了，缺席了省有关会议；另一个被喝死了。没被处分的就是，海北藏族自治州。州委书记多杰被喝死的，就是多杰。喝酒的6个正厅级官员，一个被双开，4个被撤职。这算什么玩意儿啊，是吧？你说这个学习这个精神是要他们喝酒啊，还是学习这个精神是？抑制他们喝酒，看来学习这个精神有助于他们喝酒啊。
啊，就这样一个问题啊，啊，也或者可以说他们是压力非常大，啊，也可以说他们是醉生梦死，怎么说都可以。奇观。